秋间的时候呢，根据它的尺寸，家里和这个打完呀，它也比较舒服。有的它叼巢啊，这个在里边繁殖。如果是这个它自己捡到的巢呢，有时候风大了，把它的巢就吹散了；有的或者把小鸟吹下来了。但是咱的人工巢，就可能里边出现这个现象。 东方白鹳，它父亲和母亲啊，都是非常负责任的。这奶爸奶妈整个期间繁殖期间都会参与繁殖活动。你像一只鸟在巢内孵化的时候呢，另外一只鸟会去觅食，在这个觅食回来的时候呢，也会带了一些巢材，就不断的去把这个巢啊做得更丰满、更舒服、更安全。